这件小花，然后有扣子，扣子的部分，然后它这边有做一个透肤小蕾丝，然后三颗扣子哦，三颗扣子穿起来非常好看，不能拆掉的这个啊，其实就算是外穿小背心了，非常非常的好用，不论你是穿宽裤还是穿裙子都很好，很好搭配。然后它一样也是冰丝高弹的，这款它就是帮你附好的罩杯，所以它不能再拆掉，但是它其实就是希望你夏天可以直接不用穿内衣，直接这样罩杯出门，它还可以把胸部捧得好好的，非常有型，有的还会下垂。这一款呢，它走比较大众基本款一点点，就是大家都可以穿，罩杯一样把每个胸都罩得好好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它有空杯或是跑杯的问题。好，然后你看它这个三颗扣子，这扣子就是缝上去就是假扣，我觉得它就是很可爱，然后它中间呢、有抓住，所以把我们的胸部感觉更集中抓起来，所以即便是小胸部的人也很适合穿这样的款式，就是尤其是胸中间有抓皱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，就是它可以有视觉的效果。你看它中间就是不会 V 领露胸，然后它露小花。好，那中间这一朵花是它，因为它不是对称的哦，所以呢，大家不要说，我的花怎么跟妞妞不一样？这我觉得很实穿，就是可以当小背心，然后可以当小可爱，然后又性感又辣，然后高弹的肩带可调，真的很棒。